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小大妮郎，老多朋友都说大妮就愿吃饺，今天又准备腌饺的了。又愿吃饺，因为在俺这饺都是最好的吧。然后就是俺婆婆岁数也大了，你比如说炒肉，炒它就是那芽不带血吧，就是上岁数了，吃饺了很累，只能吃饺了。俺婆吃的肉，你说你炖肉啥的，整点肉了，她都。吃的吃不拉点儿，不敢吃，因为老了。今儿又腻焦的，扒开瞧瞧，这是弄好的白菜丝儿。放点香油，这是生抽。把菜早早的蒸好面回来，这可挺好嘞。我一顿那煮十多杯，这今晚咱又是晚了这饭。晚饭是好饭，不是饺子，不是面。换父母，这见你还没在路上回来，我回来早。再见你，曹总监见你以后还来没回来，是呗？你捏饺干吧。不是，我也换了一个房子，你妈我。再大点吧。大点，别说，别说。说啥说？外卖是好饭，不是饺子而已。嘿嘿。面。行了，那面。哎。这平时谁光脚干？脚干净了，你可干嘞。我先改接了，改接了，我腻了，你不改，是吧？脚干了呗。嗯。还干着脚干了。嫌弃我的。脚干你腻，你腻好，我干的远。哎呀，你我腻的好，你干的好是？嗯。妹妹说咱俩也是都不是好粉儿。哎呀，大家那个猪场回来骑着电车下来的时候，冷的都想摸摸猪的冻的。哎，晚饭是好饭，不是饺子都是你。看我给你干着有点大回来了。嗯，月，你是最棒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最棒最棒，给你干上别人家一口。嗯。八十，马上都80岁了。是呗，嗯，啊，快的很，嗯，不领证也快过年了，这不领证长年轻了，嗯，这孩子过年还能会开心的，谁知道嘞？你看，嗯，到时候看看吧，人家能老跟不家会抢啥嘞，嗯，过年嘞，平时也不在家，我说你看这能接风过到过年，那回不去了在这没法，弟弟回不去，他们在县城里过年。弟弟回不去，咱到这儿这赶紧走走。这是你给孩子往家边送点儿，这是肉。啊、哦，送点儿他不是光给我钱。你看你还是没回来接接他呢。哎，姐姐还好，小的。那你接接给你要的，给你。伢都大了，不接你。都不接接你要接接接闺女，伢不是不接接闺女，光接接孙子你要。啊，伢大了，这个好小的。嗯，你看这就是胳膊就是挺。看闺女小不听，看孙子你要，看嘻嘻哈哈，重孙子你要，
宠物什么宠死宠灵啥，你还是挺上心的。早点给他往家边整点，他家的家吃了带上来。咱早点杀杀猪，洗洗给那家面家挺磨丁。咱早点杀了，给鸭点，给鸭搬个顶，搬平。嘿嘿嘿，要命的，你得狠的，他俩也能吃半条肉，干这个先生给他往这放呀，这个老房子。我这半天给他拉几十斤。嗯，他俩也能吃上这条。这还你讲我的脑菜是吧？嗯。这老，你看你啥也积极了。咋有？嗯。咱比你孟家光有猪肉是呗？那这不是咱家的。嗯。像你这老婆多有劲儿似的，这不是，这一个个不是太少的，多有俩似的。我啥似的？嗯，你似的了，我也似的。过年，过年俺弟弟人家不杀猪了，过年跟俺弟爷这儿，反正杀俩。我就是老了，等会儿不宰。没了，老了给不宰，你多种种呗。过年杀俩猪，分分一家吃着。